说到濑户大也，你们俩还是同龄人，与你一样，他也是在不断挑战，在超越自己。有他在，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激励呢？我想是一定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赛场上会有感谢对手这么一个这个说法，那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，因为这个大家也是在相互竞争，同时也是在相互激励，也是要感谢所有的对手，只有他们就是说不断的去超越自我，挑战自我，那这种精神同时也会感染着我，也让我会有这样子一种敢于勇于去超越自我的想法。然后大家一起进步。